笑笑，没想到我父母死了，留了这套房子，还值点钱啊！你看，今天拆迁办那边把钱送过来了，这卡里面有100万，这还有几千块。算了，这些零头今天我们出去潇洒潇洒。走。妈妈，走。哟，这不是大嫂吗？这不是我那个大侄子吗？我说啊，大嫂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？吕布啊，你看，这你大哥走的早，剩下我们娘俩，我这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。这房子不是拆迁了吗？你拆迁款能借我点吗？我想去看病。大嫂，你知道你得什么病吗？你这个病没个30-50万能治好吗？不要说以前没这个钱，就是现在有这个钱了，我也不会把这个钱拿给你治病。就是像你这种病，花了钱也是白花。再说了，你这条命值30-50万吗？起开！吕布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借我点钱吧。我凭什么救你啊？凭什么打我妈呀？哎，我说你小屁崽子，你来劲了是吧？打死他！今天我就打死你娘俩！小屁崽子啊，连着叔叔你都敢动，还有你个臭娘们儿，去死吧你！疼不疼啊？我没事，我不疼。妈，妈，妈，你醒醒啊，妈！这都10年了，10年前，这里说开发到现在一直都没开发，都怨当初那个死婆子，多晦气啊！就是死在哪里不好，偏偏死在这个房子旁边，这周围都开发了，就这里没开发。哎，小伙子，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？你是不是拆迁办的？能不眼熟吗？我不是拆迁办的，但我就是来拆这座房子。真的不记得我了？你不是拆迁办的，你给我装什么逼啊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的？真不记得我了？还记得10年前吗？10年前我妈就死在那里。醒醒啊，妈！想起来了吗？原来是你个小逼崽子啊！我说是谁呢？这么眼熟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当年不是你妈死在那里，这房子早拆了，害得我这个拆迁款都退出去了。想起来了啊？来，仔细看着我，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？管你什么身份，开广！我现在是花园集团董事长。
当初你们怎么逼死我妈的？啊？不就因为钱吗？我现在有钱，这座房子我买了。我记得当初就因为那么多钱吧，还有一张卡，100万是吧？我都有，拿着。拿着钱滚，房子现在是我的。夜花天有酒地泡不同的小妞，你笑我没出头是不是太丑，拿着微薄的工资住这个居民楼，甚至用钱用啊养家和糊口。妈，我们的世界儿子给你报仇了，不配做朋友。